来主持，那由我们良友巴黎的旅长，由我们消防局陈局长哈，后指部的刘指挥官，还有很多协同单位，包括我们很辛苦的许教授，啊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想呢，因为太阳很大，那我想我就尽量的哈，简短的说，啊，其实呢，大家演得很好啊，照说这个时候要打的鹅肉鬼吧，称赞一下。但是呢，称赞的话哈，要等到星期二，下礼拜二，总统看完了呢，就留给县长来跟大家夸奖。啊，我今天呢，还是说刚刚跟我们几位工作伙伴哈、哦，大家的看到的一些问题呢，跟大家说一下哈、哦。啊，我想，因为我按照刚刚出场的顺序啦，大概在一开始呢，我们有一个画面哈、哦，是很多个，包括是我们国小哈、哦，在做一个防灾的教育，那我们枋寮高中啊、哦，也在做一个全民国防的教育，还有呢，我们林边呢，雄光州这边哈、哦，虎怒堆然后消防各位消防。我们队呢，我在这双刀，那个场面呢，看起来啊，同时在进行啊、哦。那许教授是很有创建，同时一个场面很多个，很多个事项在进行。但是呢，这时候呢，可刚才讲过了，因为我们音轨没有配合啊，所以说比如说啊，今嘛在双刀的时阵吼，其他的时候在都没有声音。啊，今嘛镜头换到是不是又要看我们小朋友三个情况，麦克风声音才出来哈、哦。哇，这一点呢，刚刚。